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主任牧师的话。这一期呢，我们当然有我们主任牧师，还有我们的职场的组长们、领袖们，我们有 Vincent， 我们有 Sam 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最近我们在讲到五五上升啊，所以五五上升真的会发生吗？哦，在职场上，尤其是哦在经济上，所以我们很想听听我们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哦，如何在这个经济里面经历五五上升。因为哦，我们如果有看报纸，有看新闻 ，OK， 我们去看 ，OK， 我要做一些研究哦。联合国报告他说，2023年的世界经济的展望哦，它的全球的增长率是只有 1.9%， 是属十年来最低的一年。然后世界银行这份报告还是说，2023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数会降到去0.5%， 也是官方认为从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最差的一年。然后如果再发生很多的不利的因素之下，将会这一年哦，将会是80多年来首次在同一个十年里面发生两次全球经济衰退的事情。在一个这样困难，这样消极五五上升，经济五五上升可能吗？那我们就听听 Vincent 吧。去年头呢，我就跟我太太呢就打算呢想搬到一个比较大的房子，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也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还有一间房子呢是还没有卖的，所以我们就面对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问题。那后来呢我们还是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就去先看自己的房子，结果呢我们一看就看了12套的房子。哇，真的是觉得很累，因为为什么我们看来看去都没有找到合适的，所以我们觉得很累也很沮丧。就这个时候呢，然后牧师就在讲台上，然后就呼吁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为第二期的建殿来奉献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陈导呢跟主任的信息呢也是有读到这个哈该书1:9，因为神说啊，我的殿荒凉，你们个人却是顾及自己的房屋。哇，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直接就好像被敲醒的样子呀，很震撼，因为直接神是对我们说话。那我们立刻当时候我们就停止我们自己找房子的念头，然后我们呢就专心的来祷告，为着奉献的事情来祷告。那后来呢神就感动我们呢，要捐献一笔的奉献。那16年前呢，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嘛，那时候的奉献只可以是几百块啊，或者是整千块这样子。但是16年来呢神都很大的祝福我们呢。所以呢在16年后的今天呢，我们就跟神祷告，我们说我们要捐献比之前呢多100倍的一个的奉献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，结果啊在几个月过后呢，神就很特别的来祝福我们，神就带领我们去看一套的房子，而且这套房子是有地的。我们之前看的12套都是公寓，都是高楼，是。当我们看了之后呢，我们马上就很喜欢，而且我们买的价钱呢是比市价还便宜200千哦。哇哦，根本就是这是神的一个奇妙的带领。哇哦，很感恩哦。所以我觉得对的态度，对的原则，然后紧紧的跟随 Vincent， 就是跟教会，然后当我们讲什么他很愿意跟慧婷啊太太一起来跟上的，我就看到神迹就可以发生在他的家。我听说还在你的事业上公司的那个情况也有很大突破，分享一下可以激励我们大家。是，虽然在现在的情况呢，疫情过后啊，然后又征战啊，然后又土耳其地震啊，种种的这种危机，能源的危机，然后包括这个这个经济大萧条，通货膨胀，真的影响整个的社会。但是呢我们还是紧紧的抓住神的原则，我们还是一样的跟着我们的组长，跟随着教会，跟着牧师，然后我们自己也牧养啊，然后我们也跟着陈导，所以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好神，神会带领我们度过难关的神。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一直抓住神的时候呢，神就在我们在这个气势很澎湃的一个的瀑布的里面，我们就像那个的鸟窝里面的小鸟，神像一个的
大就是爸爸鸟、妈妈鸟这样子来保护着我们，大老鹰保护着我们这样子，是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的度过了。去年有一个很好的一年，就是在去年呢，我们公司的生意量哦，还比前年呢多了100%。哇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，就是100%的增长哦。对，100%的一个增长。感谢神。是，而且呢，我们在前两个月。我们就得到了全马的一个中小型企业奖，是在100强的企业里面，我们得到那个 Fast Moving Company Award。哎呀，这是我们很感恩的，很感谢神的。啊，恭喜恭喜，很感谢神哦，很感谢神，真的是在外面世界怎样动荡，但是我们神仍然作者为王，而且我们跟神的态度，还有我们的心是纯正的，跟随他的时候，神真的是会祝福我们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那我们听听 Sam 他是台湾人，对他一家举家7年前来到马来西亚，在一个 无家庭无认识人的情况下来开始创业，来听听你在这一段期间怎样经历到神。其实是这样哦，就是我们7年前来到这里，其实我们刚我们在创办 这家公司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负债的，一直到7年之后，我们现在是拥有有多余的，而且又可以奉献，我觉得这很感谢神。那我觉得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做，我们只是单纯的一个跟随一个教会，然后跟随着牧师，然后牧师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教会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其实我们跟 Vincent 有些阶段其实也蛮、Vincent 有些阶段其实也蛮像，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听到教会要做建堂的时候，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也想要买房子，那我们就想说，因为有听到一句话，就是说要先顾神的家，神才会眷顾我们家，所以说我们把这计划暂缓。那也很感谢神，就是因为当我们做认堂奉献了以后，我们奉献第一笔，我们就神就赐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公司在这一通电话当中，我们成长了50%的一个公司的管理间数。那我对这很感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，因为对方打电话来的电话号码尾数是611，不是只有一个611，连他女儿的电话后尾数也是611，然后他们又是弟兄姐妹，所以说我们就真的很感谢神，说我们在这样的期间、这样的经济这样子不好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做这样一个任线了以后，我们得到神很多的一个恩典，那我就对这很感恩。然后其实在这个现在最近又土耳其地震，其实我们又经济又衰退，其实我们都不觉得像以前这样子这么恐慌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心中有神，我们紧紧跟随教会，其实我们可以得着更多。哇，真的为着 Sam 来感恩哦，因为对他们来讲很不容易的，台湾人要来这里就是举家搬到这里来，而那个时候是负债累累哦，但是现在是倍增再倍增，所以我刚刚去了他们的 office 啊，然后刚刚就跟他们一些很好的沟通，就发现哇，真的是充满着朝气啊！所以我觉得神很爱你，你也很爱神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呢，就让我们可以在现在这个很动荡、很困难的情况，原来还有神的保护、神遮盖、神保守。因为世界的钱不会不见的，只是它在转动的时候会去到哪里，会去到谁的手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呢，就是神儿女们要有最大的信心来跟随神。在这个最困难的情况，假使我们真的相信神是神的话，我们以他的原则来做我们的工作，以他的原则来生活，以他的原则来跟随他，并且呢还相信权柄，属灵权柄那个的祝福从上流到下的一个信息嘛，所以你们就是紧紧跟随带出美好见证的人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个时间点，你们真的会经历五五上升的，你们会经历经济职场还有关系，还有福音上，你们都会大大经历神。我真的巴不得这一些的恩典，这一些的神的恩宠，神的带领都能够临到大家。祝福你们，愿神保护大家。我们今天主任牧师的话就到这里了，我们跟大家说再见，拜。